第六组预备介绍，一道来自立陶宛，二道来自新西兰，三道来自罗马尼亚，四道是巴西选手希尔瓦，2010年世界排名第二，五道来自意大利，六道来自挪威，七道来自塞尔维亚，八道来自塞内加尔。The silver medalist from the 2009 World Championships in lane 4, Felipe Silva from Brazil.